谁呀？怎么把井盖打开了？害我摔了一跤，太危险了，这么深。哎，喂，美女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你打开它干什么呀？这要是别人摔倒了多不好啊！大姐，这不是我开的，不知道谁开的，我给它盖好而已。好人好事啊，原来。没事，举手之劳嘛。哎，美女，你这一套衣服在哪儿买的呀？我看着真好看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我能穿的。哎，有啊，我这个是大码的，可以穿到200斤的。哦，那你有没有？你把链接给我，我也想买。你多少斤了？我180多斤了，外面都买不到合适的衣服。这样啊？哎，算了，我呢给我姐带了一套，刚好她体重跟你一样，你要不先拿去穿上吧。真的假的？这是我的码是吗？对。那你帮我看着点，我换个试试啊。好。哎，没想到哎，你这个腰这么高，我大肚子全能遮起来，而且弹力还这么大，一点都不累不紧，主要是面料也冰冰凉凉的，真舒服。这衣服更显瘦了。天哪，这个小上衣还有这么大的弹力，穿上以后腰身也有了，肚子也遮起来了，这样看我还像180斤吗？完全不像。这么好，那在哪里买的？贵不贵啊？不贵啊。那我教你，你顶楼下去直播间就有了。啊，才59.9块一条，还有这么多新款。那行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对，美女的手机。